犹太的这个所谓的传统里面，啊，一个女人要出嫁，啊，关键她的嫁妆就是那个真达达香膏啊，啊，那个玉瓶据说是用石头雕的，啊，若是你要啊让那个香膏能够出来，要很用力啊才能够把它打碎，啊，那那个就是等于她的嫁妆，所以非常非常珍贵，啊，那在玛利亚眼中，主耶稣他配得啊他这个最珍贵的。啊，甚至啊，我相信啊，玛利亚在奉献啊这个真拿的香膏的时候，是可能会有一种感觉是，哎呀，这个是不舍的啊，但是却很痛快啊，这个会让他觉得说这个是啊配得啊，就是啊我这个啊这样一个奉献啊，所以在这里啊，他这样做了，可是啊有旁边的门徒却不以为然啊，所以他在那里啊，甚至对他恼怒。这个我觉得很稀奇啊，门徒对这个竟然会恼怒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那何必这样枉费啊？那这个枉费啊，在我们的绘本注解里面就有一个啊注解啊，这个是我们啊很熟悉的啊，若是你有注解可以读一下啊。这个在26章的第8节第一个注解，这里说门徒认为玛利亚向主爱的奉献是枉费，已过20世纪以来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、心爱的奇珍、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途都曾枉费在主耶稣身上，对这些爱主的人，他是全然可爱，配得他们献上一切，他们交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，乃是馨香的见证，见证他的甘甜。在这我们看见啊，在门徒眼中啊，因为他们啊没有那样的宝贝啊，主耶稣的价值啊，所以他们没有看见啊，他们啊对于啊玛利亚所做的有一种的不谅解啊，甚至恼怒。可是啊，对于主耶稣而言，主耶稣他觉得这是一件美事啊，甚至啊他在那里告诉门徒们，无论啊到什么地方传福音，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所啊这个所行的作为对他的纪念。啊，这是一件何等美妙的事！啊，我们都知道《四福音书》乃是啊说到神爱我们的故事，而玛利亚故事却说到我们啊爱神、我们爱主的故事。啊，在这里是何等的甜美啊！在世人看，好像我们在这里啊这个做一件傻事啊，在奉献自己啊，有些啊甚至自己的前途，或是啊自己一些啊拣选还有梦想。啊，都啊愿意啊奉献，甚至枉费在主身上。啊，感谢主，主耶稣却在那里说，这不是啊，这不是枉费啊，哎，这个他说啊，这是啊一件美事。啊，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啊这个正确的啊价值观啊，看见啊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奉献啊？不是一个表演啊，让人家看见我很属灵，我很爱主，而不是。我们这个奉献啊，甚至我们这样的宣告，都是坐在主面前的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啊，若是能够啊抓住机会啊，就像玛利亚一样啊，在我们还能奉献给主的时候，那是一件有福的事。啊，这个你要知道，照着记载，只有玛利亚在主啊受死前啊，在将他所有奉献高在他身上啊，其他的都是在主耶稣死后啊才去高他啊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啊，盼望我们真是能够抓住机会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不要觉得说我们啊这样的奉献是给主面子啊，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奉献呢、啊，主悦纳了，是主给我们面子啊，我们都看见呐、啊，他这位宇宙至宝的价值啊，这个我们呐、啊、跪着爬着，我们都渴望啊，主啊，我愿将我一生奉献给你啊，这个以后啊这么多啊这个历史的见证人啊，告诉我们啊，能够啊奉献给主是最有价值的。啊，盼望我们有这样一个神圣的价值啊！待会我们弟兄姊妹在这奉献的时候啊，我们不是啊，在一个比较，哎呀，这个弟兄奉献的比较多，或是这个姊妹写的奉献稿比较好啊，不是这个重点，重点是啊，我相信啊，在这一种的奉献，我们都能够彼此啊，在那里享受真拿达香膏的香味啊！相信啊，在这有许多弟兄姊妹啊，愿意啊，在这里啊奉献自己。啊，不是出于勉强啊！若是你是觉得是出于勉强，或是被无光明弟兄逼的，那我想你就不要上来了啊！啊，你上来，我相信啊，我希望我们都是出于甘心乐意啊！不管我们有什么啊，这个感谢赞美主，就算是一点点，我相信啊，主也很喜乐。啊，
在这个毕业前啊，真是啊能够学习成为一个奉献的人啊。这个乃是啊这个在主眼中是一件美事啊，主啊悦纳我们的奉献。好，那我们在奉献前好不好？我们都站起来，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两遍哈。这个补充本，新的补充本337哦，337。然后我们请姊妹帮我们几个重点来唱啊。都没有。一同配搭传福音，喂养小羊。好，我一年要带两个人得救。我要奉献，我向家人传福音。我要带我父亲和弟弟得救。我要奉献，从现在开始两年内，读经约50遍，昼夜5遍，每两个月读一本属于书。
秋祭拜。阿门。那这样的训练，阿门。在祷告中，阿门。主告诉我，阿门。保守一生的道路，阿门。道路中，阿门。另外，我第二点，我愿意奉献，阿门。奉献我的婚姻，阿门。以这个终身活力拜，阿门。狂奔赛程，阿门。请有一个打开家，阿门。成全人。奉献未来的职业，都与神的经纶发生关系。奉献人陈义胜弟兄，叶明伟弟兄，奉献日期主后2014年4月19日。充满，并且被主破碎，让他来制作我。第三小点，我愿意在侍奉教会的侍奉上，与校园和社区的弟兄姊妹一同配搭，成为基督身体上一个能正常进功用的肢体。第四小点，在福音牧养上，愿意坚定持续用活力牌的方式，在校园里面接触人，结长存的果子。第三点，我要在课业上尽我所能的学习推罗的技能，侍奉主，同时后能够装备外语，使自己呢能够用多国语言来讲说主的话。第四点，研究所毕业后，我奉献自己参加2017年秋季班全时间训练。第五点，无论将来是否全时间侍奉主，每周呢，我都要按照自己所拥有的十分之一财物奉献给教会。第六点，未来婚姻的配偶，我奉献不照着自己的情感随从，而是随从那灵的引导，也把自己交托给身体，得着一位能够为着神永远经纶的帮助者。第七点，奉献一生过祭坛与帐篷的生活，能有份于主在全地的开展。好，我是黄有为弟兄。阿门。我想奉献我接下来在学校的攻读。阿门。一切都与主怜悯，祷告，保着自己的肉体。阿门。我要奉献我自己的爱好。阿门。对主的爱要大于对爱好的爱。阿门。我的梦想，我的理想，我想把它交给主。阿门。不为个人荣耀。阿门。所有的前途我都交给主，相信主的一辈。阿门。这是我的奉献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奉献人高雄大学姚伟雄弟兄。阿门。奉献人中山大学王有为弟兄。阿门。奉献日期2014年4月19号。哈利路亚。阿门。我是高
到一个礼拜之内。龙凤现在要来一年的实习中，天天与主有个人情深的交通。古今新约三章，旧约三章，在面前至少追求完创世纪生命读经一遍。也在彰化市教会中至少有一份服事，也有至少一位姊妹或福音朋友。同伴实习活力牌，周周出访一小时。也愿意再将自己的婚姻奉献给主，做个安静等候的人。相信主会为我预备的都是最好的，一切未来的家为着教会的需要打开。一切参加2015年秋季班全时间训练，将每年的时间交给主，主制作征讨我，让我成为他合用的器皿，达成神旨意。新约第50遍，四新藏书生命读经，在研究所2年毕业前读完新约100遍，旧约10遍，生命读经1遍。第二，我愿意奉献自己未来2年的研究所时间、工作以及未来的婚姻，做一个一生抓夺恩典的人，有备于今时代独一执事的流，以配得主的使用与制作，实际经历那位叫人一生行走在他面前的神。第三，我愿意奉献自己全人交在主训练的手里，未来至少参加2年的全时间训练，加深自己对主的珍赏并生命的长进，成为一个在主手里蒙大恩的器皿，不只能与在这世代与主同行，更能够有份于他的建造和见证，迎接我主我王的回来。第四，我愿意奉献未来2年内一年至少带2位家人得救，一位家人恢复，一年内至少带4位同学得救，一位同学恢复。是高一大吴秉奇弟兄，阿门。我要奉献，使我眼目单一对准主，阿门。主的疯狂爱人，阿门。第二，将研究所2年交给主，阿门。求主指引我的脚步，阿门。自己摆上，在教会中尽功用，阿门。不是喂养主的羊，阿门。是为同学得救，阿门。求主保守我的灵与魂与身子，阿门。受世代的洪流影响，阿门。面前有美好的见证，阿门。第三，不断增加我属灵的胃口，每天分别时间装备主的话，愿意每天与主有亲密的交通，操练大事小事都能摆在祷告中，自己天然来做拣选。他们第四，除去我天然的选择，将婚姻交给主，主将给我一个能一同服侍、一同承受主恩的帮助者。阿门。奉献人吴秉奇弟兄，奉献人刘学佑弟兄，奉献日期2014年4月19号。是
生中，我的课业，我的婚姻，我的参事，我的职业，还有我的家庭，各样的经历中都能有这样的宣告。主啊，我爱你。主啊，我属你。主啊，我信你。的利益，让主来带领我走每一步路，或出国或留在当地，都只因着主的需要和全地的开展，不因是否有更好的物质享受。第三，我要奉献我要来一年台中荣总的实习，求主使我抓紧每一个空档，享受主话，参加聚会，配搭侍奉，不为自己找理由。求主和同伴紧紧抓住我，立向定准我。是海科大赵英宏弟兄，刚在奉献的时候，主给我一首诗歌，补充本315首，每日单单的爱主，爱他经过风暴路，爱他虽然性微弱，爱他当时成非事，爱他当日子流去，爱他无论何事临，一切在于爱耶稣。我愿奉献第一点。从现在开始到毕业前，每天至少花一小时个人的亲近主，并且每月读一本书报，一本至少读两遍，且每天读圣经5章。第二点，奉献当兵的时候，能在主的话上享受，至少读过新约圣经5遍。今天我的研究所两年的时间，除了在课业上好好受成全，更要积极的投入配搭教会的侍奉，更奉献自己在研究所毕业后至少参加一年的全时间训练，且能参加2017年秋季班全时间训练。最后奉献自己在婚姻的事上，操练被练尽，不凭自己的拣选，学习听主的说话，并信托身体。奉献人黄宏展弟兄，赵英宏弟兄，奉献日期2014年4月19日。哈利路亚。我是高大的陈明纯姊妹。需要操练我的性格，是一个紧的人，能有效运用我的时间，使我在研究所的生活中能赎回光阴，在主话上有装备，在课业上能够为主做见证。我也奉献我的生活，使我是活在主的意象中，操练活在灵中，受圣灵的管制。再是奉献我的心智，求主拔高我的心智，使我无论在何种环境中，向着主是绝对的人。我说我自己天然的情感，没有自己的拣选与爱好，能众圣徒一同配搭侍奉。阿门。用神的爱去爱人。阿门。一般时常来在一起祷告、读经，建立属灵的关系，心有建造。阿门。是奉献我的专业，在学时能够努力用功，加强技能，使我在世界也能为主所用。阿门。我更看重语言的学习，有全地的眼光，将来能为主出外传福音。我是品科大暨乃慈姊妹，在语言装备上每天读一段英文
圣经，在生活操练要实行时间的规划表，做成为做事紧的人。早晨要出门的时候花十分钟与主有个人的交通，愿意奉献在实习剩下的日子，靠着主能将福音带给我的同学和老师，愿意奉献未来的家，无论在教会主有任何的需要，都能与主同父一二，与主在家服侍弟兄姊妹。愿意奉献参加2014年秋季班的全时间训练，主得着我的心智，愿我越向他绝对。很早晨星月姊妹，对，嘴巴好痛哦，所以没办法那么示范。第一，我愿意奉献和活力伴许佳燕姊妹一同周周传福音，让毕业前的时间更多摆在主面前。第二，我愿意把我们老家打开，就是先从我原生的家庭开始，然后打开家小牌。第三是愿意把我亲戚给我的英文书报至少读完2本。第四就是每天最少30分钟接触这位主。接着是最早2014参训，最晚2016参训。愿意奉献我的婚姻，与弟兄同父一二。虽然我不知道未来的弟兄是谁，但是我愿意天天为他祷告，让他能得着成全。无论他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愿意做他背后的支持，还有扶持他。最后一个就是我未来的研究所跟工作，也愿意交在主的手中。我愿意一生都来走主的道路。我诗篇里说到，一天就是说，而我就像圣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我永永远远活在神的慈爱当中。阿们。奉献人陈明纯姊妹，奉献人纪乃慈姊妹，奉献人陈心月姊妹，奉献日期2014年4月19号。奉献出一个圣别的器皿，在这黑暗且压榨人的社会中，要有一般人为主站住。我们若不是被神用，就是被撒旦用。阿们。在5:23说道，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。第二，我要奉献作为主殷勤服侍的奴仆。因为在圣经中有提到，阿们，有一般以奉献为彩饰的少年人。阿们，这个对主乃是清晨的甘露。阿们，保罗也曾劝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，也就是我们合理的侍奉。以下我有三点要具体的奉献。第一，乃是我愿意在毕业前也持续的在校园里面传福音，每周周三我都愿在校园里面邀人，看见福音来，福音本是你的大能，能救一切信的人。愿毕业之后我也能继续传福音，因为福音乃是要传到各邦族各民族中，主才回来。我也要奉献，我要持续不断的牧养3位小羊。第二点，我乃是愿意打开家，无论以后我住在哪里，说什么样的语言，或者是做什么样的职业，或是我有任何的困难，我都愿意打开家。乃是为着这些有心受成全的弟兄姊妹们，还有小羊们。最后，我愿意奉献参加全时间训练，无论是在台湾或是美国，愿我们都有种眼光。主啊，奉献你乃是最荣耀的事。我是高一的王宇轩弟兄。虽然我大学还有4年要读，但是我愿意奉献我要来的1年。我刚刚摸着一个点，就是要让基督成形在我的里面，是我将来建主的凭据。所以第一，我要奉献
我已经报名了2014的美国夏季训练，我要在安纳汉认识100位圣徒，又灵魂升言3次。我愿意在要来的一年读新约10遍，旧约1遍，属灵书报5本。在婚姻方面，我信神为我预备了一切，所以我不强力抓夺。我奉献我以后的家，学习杨景旭弟兄的榜样，出道全地去开展。目前不是我孤身一人前去，乃是带着姊妹以家为单位的去。在生命方面，我要求主加速我，扩大我的度量。我不怕有环境，但我无法容忍生命不长大。第五，时候不多了，我要天天为圣徒祈求，为万民祈求，让主有路可以回来。我愿意周周传福音，愿主回来。高音到黄百轩弟兄，高音王宇轩弟兄，纪念日期2014年4月19号，哈利路亚。是有保利姊妹，她在男主祷告的时候，也是跟我还是在跟主说。说主啊，你等我等4年，使我能够认识你，可不过这样教会生活，才住进来姊妹之家。所以你在我大学剩下的这几年，主啊，你需要深刻来得着我，无论是在我的学习，我在姊妹之家的生活上，主啊，都需要一次一次的来经过你，成为我的主，使我能够在生活里因着能够与你说话。更多的来认识你。主耶稣，首先我要将我的生活奉献给主，叫我照着自己肉体的私欲和享受来生活，不是照着神的规律来生活。我请将我的诚心奉献给主，得着我的诚心，将我的生命借着规律而长大。接下来将我的财务奉献给主，叫我不受财务的搅扰和辖制，在这世上要单纯完全仰望你的祝福，叫我的度量百善。主啊，是将我的家庭奉献给你，在我的家建立你的名，主啊，恢复你在我家的权益。我愿奉献2年的全时间训练，奉献1年的全时间服侍。我将我的婚姻奉献给你，叫我单纯并且绝对，在合适的时候为我预备。主啊，将我的学业奉献给你，学业在你手中有用处。今后我愿不断更新我的奉献，将我的人生奉献给主。哈利路亚。竭力的装备真理，读完圣经新约经文100遍，然后读完生命读经，竭力的追求书报，
我也愿意学习装备语言，好为着以后将来为着主的需要开展，我愿意尽力的学习，尽本分的把我的课业学好，以后也是为着主的需要，愿意更新的奉献我住在弟兄家的时候，叫我在这里竭力的受成全，我也愿意更新的奉献我的灵魂体，叫我的时间都摆给主，心思思想主，情感爱好主，让我的意志拣选主，愿意更新的奉献我的全人，将我的一生都交在他的手里，愿意更新的奉献我以前奉献我要参加2年的全时间训练，2019年的时候参加全时间训练，把我这一个人更新的交在主的手里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是赞佑家弟兄。阿门。我将所剩的大学生活奉献国主耶稣，我们要当地生教会生活，阿门。一切属地看作归属，阿门。国主才是至宝的，阿门。我愿意在未来的2年研究所生活中，全心全意建造当地教会，阿门。与当地圣徒，阿门。执事，也不会因为我年纪小就忽略属灵的工作，阿门。然后第二点。我会学好德语还有粤语，然后往后主招去德语地区以广东港澳地区做好建造传福音的工作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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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吴俊外弟兄。阿门。阿门。虽然我的奉献今天说没写好。阿门。阿门。但我要奉献我剩下的在学时间。阿门。我要。不管是牧养人或是在真理的追崇上，主啊，需要你，在这样的时间当中，主啊，使我是一个紧的人，不弄掉任何的时间，主啊，主耶稣，主啊，使我的眼目，主啊，能够来对准的你，主耶稣啊，哦，需要你。阿门。奉献人卢冠宇弟兄。奉献人。张佑嘉弟兄，奉献人吴俊外弟兄，奉献日期2014年4月19日，哈利路亚。谢完真姊妹，诗歌手335首第二节说到，像我这人王肯选上，有份他的宝座。我实在不能奉献给你什么，但是神能。一点，我愿意奉献我的家人，今天为着家人早日得救祷告，为侍奉主的家祷告。主啊，愿我的家也成为为你打开的家。第二点。我愿意奉献自己参加全时间训练，给我共用的恩典。我愿意在一毕业的时候就参加训练，是做真好，是荣耀的器皿。我愿意奉献我的婚姻，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给主的，但我渴慕我的婚姻可以为着神的经纶被主使用的家，为着下一代成为打开的家。是我愿意奉献自己学习操练英文，虽然我的英文很烂，但利用读研究所的期间抓住机会装备英文。求主纪念我的奉献，炼尽我的动机和天然。我对你的奉献绝对，对你的奉献单纯。阿门。我是廖玉茹姊妹。阿门。愿意奉献大学剩下1年多的时间，好的光阴，整个的爱主追求主，好的中配搭服饰，毕业前操练读完，恢复本圣经新旧约本文一遍，现毕业后参加2年全时间训练，好的成群，好的，这样用主的意向来定准我，好的，你们会愿意。
奉献我的婚姻，阿门。主已经 为我预备好了，阿门。不管主量给我什么样的人事物，阿门。顺服主的带领，阿门。侍奉主，阿门。我未来一生走主所预备的道路，阿门。我哪里去都有主的美意，阿门。主的同在，阿门。奉献人谢婉珍姊妹，阿门。奉献人廖玉茹姊妹，阿门。奉献日期2014年4月19日。阿门。阿门。我是刘一成姊妹。在这次的，就是在祷告中，我都很摸索一句话，就是刚刚我们所唱的那个神圣罗曼福音的时候，就是若非是你，我怎得你？回想到已过的经历中，真的是若非是主，我怎得以站在这里？都是主的保守。在这次与姊妹们的交通里，我有一个新的看见和一个转，就是在我天然的个性里，我认为就是差不多就好，就是简单来说乐观，但是就是差不多的感觉。然后，所以在面对就是大事的最后一段时间的时候，虽然总是说就是交给主来做，有主的带领，但在环境中我也看到了主所要我走的道路是什么。但是在与姊妹们的交通里，我发现我只过了这个奉献的关，但是我却没有走这个奉献的路。我觉得我在祷告里不够向主更认真、更迫切，所以在与姊妹的交通里，让我看见我需要奉献我个人祷告的时间，每天至少花到30分钟到主的面前，并且求主有一个就是一个透亮的话，就是向主在就是让我能够很感谢主，让我能够参加这个。都奉献2014的秋季班全时间训练，所以我在祷告里实在是向主求至少一句确定的话，一句能够定准我走训练道路的一句话，就更多向我能够向我显现。阿门。Amen。我是高师大的黄喜云姊妹。奉献在大学最后的时间，享受的赎回光阴的人，同伴时常来在一起，有多有祷告。Amen。 我要日日读经，周周传福音，牧养看望小羊。Amen。 建立持续的迫切向主祷告。Amen。 今年我们高师大有几位毕业生毕业，那在 新的学期，主就要加多少人数新生大一新生给我们。Amen。 要有人补上我的床位。Amen。 好，奉献毕业后半年的实习生活。Amen。 一样有诚心祷告的生活。Amen。 要圣别主日参加祷告聚会。Amen。 然后不把自己当作在职的，一样在教会里有事，教会里侍奉主，有配搭服事。Amen。 然后奉献参加2015年的秋季班全时间训练。Amen。 奉献未来的婚姻，和弟兄同父一二，一同承受生命之恩。Amen。 未来的家要打开，以前怎样受人服事，将来也要怎样服事弟兄姊妹。Amen。 这个就是奉献我的一生，爱他，侍奉他。Amen。 一直留在教会生活里。Amen。虽然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，但主的话是我脚前的恩，主的爱是我的稳妥。是我愿意奉献毕业回家的生活，能与当地的亲子建造在一起，慢慢过成新牧羊小羊活力伴的生活。我第二周间能够扶持邻近的校园小孩与儿童牌，三月从今日起能背主的话，装备成全。Amen。 我每天读新旧约各5章，生命读经1篇。Amen。 第四就是操练主日的主动声言。Amen。 准备声言稿，缘分与彼此的对家。Amen。 我是卢品珍姊妹。Amen。 我奉献参加全时间训练。Amen。 我做一生美好的根基。Amen。 然后并看见异象。Amen。 受着异象保护。Amen。 一生不偏离主的道路。Amen。 奉献未来的家，能够家打开。Amen。 能够与弟兄一同当火力伴。Amen。 也同服侍当地的弟兄姊妹。Amen。 奉献我的工作。Amen。 无论是教职或者是主的
让我们来祷告。哦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我赞美你。阿门。我们说弟兄姊妹的奉献。阿门。我赞美你，都乃是馨香的见证。阿门。我赞美你。阿门。是神学。阿门。在此我训练。